现在进行的是机关甲组第七场次，位于第一水道的是彰化县政府地震联队，第二水道的是彰化县政府民政处，第三水道是彰化县消防局，第四水道是彰化县警察局。场上的选手加油！彰化县政府地震联队是由彰化县政府地震处以及辖属八个地震事务所所组成，今年加入许多新血，显现青春活力以及满满斗志，气势雄壮，期待拿下最后的胜利。彰化县政府民政处是由一群专业的民政以及护政人员在公务体系占少数的男性职员中遴选合适人员组成，赛前不畏电阳天，努力操灯练习，争取最佳成绩。彰化县消防局龙舟队由局长施顺仁亲自领队，成员来自各乡镇市消防分队，工作自由，充满人性关怀，尊重生命以及发挥团队效能的服务工作，共同创造一个零灾害的幸福城市。警察局上山下海我不怕，服务品质人人夸，为本县打造一个安心安全的城乡好形象。好，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消防局稍稍领先，紧接在后的是警察局。这一场是机关甲组的胜负赛，赢了就可以进入前四强，输了就要落入败部咯。好，首先率先夺标完成的是我们的彰化县消防局，紧接着是我们警察局。地震联队及民政处加油！好，地震联队夺标，好，恭喜你们也完成比赛。好，紧接着我们的民政处也夺标，恭喜四队顺利完成比赛。阿雅，第三水道是西湖国中民之主，第四水道是彰化县立成功高中民之主。场上的选手加油！陆港国中 B 由陆明国中 B 由彰化县立陆港国民中学，龙舟队员由音乐班、体育班的学生自告奋勇组成。音乐班、体育班所共同组成的龙舟队，拥有强大的团队精神，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期待在龙舟比赛中能够表现出陆明国中的团队精神。董巴雅由深港国中二年级体育班以及一年级荣誉代表班组队参加，体育班包含排球、柔道以及男女篮球队员，近几年在县内以及全国赛都屡创佳绩。西湖国中女子组由体育班篮球、曲棍球、桌球三种专场学生共同组队参加，希望大家都在龙舟比赛中获得胜利。成功高中女子组，成功高中龙舟队由国三体育班以及音乐班、拳击队、桌球、曲棍球队共同组成，希望这次比赛能像校名一样成功，成功。加油！这一场是国中女子组败部复活的比赛，赢了就可以进入前四强。选手加油！目前我们的第一水道陆明国中 B 稍稍领先，紧接在后的是彰化县立成功高中女子组，加油加油！恭喜我们陆明国中 B 率先夺标。加油！好，紧接着我们的成功高中女子组也夺标成功。董冠雅，西湖国中加油加油！西湖国中夺标。好，紧接着我们的彭冠雅，好，也顺利完成比赛。
龙井支队胜利完成比赛。在河道上现在进行的是机关甲组第七场次，位于第一水道的是彰化县政府地震联队，第二水道的是彰化县政府民政处，第三水道是彰化县消防局，第四水道是彰化县警察局。场上的选手加油！彰化县政府地震联队是由彰化县政府地震处以及辖属八个地震事务所所组成，今年加入许多新血，显现青年活力、青春活力以及满满斗志，气势雄壮，期待拿下最后的胜利。彰化县政府民政处是由一群专业的民政以及护政人员在公务体系占少数的男性职员中遴选合适人员组成，赛前不畏见阳天，努力操灯练习，争取最佳成绩。彰化县消防局龙舟队由局长施顺仁亲自领队，成员来自各乡镇市消防分队，工作是由充满人性关怀、尊重生命以及发挥团队效能的服务工作，共同创造一个零灾害的幸福城市。警察局，上山下海我不怕，服务品质人人夸，为本县打造一个安心安全的城乡好形象。好，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消防局稍稍领先，紧接在后的是警察局。这一场是机关甲组的胜负赛，赢了就可以进入前四强，输了就要落入败部了哦。好，首先率先夺标完成的是我们的彰化县消防局，紧接着是我们警察局。地震联队及民政处加油！好，地震联队夺标，好，恭喜你们也完成比赛。